来哟、哦，有吗？不对啊！哟，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去了实况我们的工业蔬果，我们来去做我们上一集、上一集、上一集、上一集说的那个渔夫的老鼠吧。顺便，我想要在今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就是，你们两个真的很好啦，好啦。过去，过去，过去，这样行不行？好了 ，OK， 你们可以搭桥了，搭起来，搭起来，快点，搭起来。OK， 看起来，看着你们应该是撤了。什么声音？是谁？难不成是在我家后面？哦，有了，有了，有了！可恶啊，你这个邪恶的坏蛋，绑架了这么多老鼠，就像是别人家的。呀呀，来啊，来啊！再跑啊！你们不要支持他，你们很奇怪哎！哇，你看这个笛子吹的有够难听的。哇，你们为什么要这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厉害啊？呀 ，OK， 死了，走开，走开，走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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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他们不是，他们是，他们是啊！他们不是故意的。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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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他们，不要理他们。现在是怎样？他们在互相撕咬哎！我应该救他们吗？还是看他们这样活？好啦，好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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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无辜的。哦，你看你弄到自己都快死了，回去，回去，回去，每个都给我回去啊、嗯！有人问说，小白，你开这样下面的门，牛不会跑出来吗？哎、欸，其实不会呢，这还真的不会。我开下面的门，我也想说，哎、欸，牛应该也是 1.5 格高，但是我想说它的额头有3公分，应该是因为那个3公分的关系，所以它就出不来了吧？要在做钓鱼用的那个叫什么？钓鱼鼠。之前我看一下哦，钓鱼鼠，OK， 在这里是不是哦？要一个渔夫帽，所以渔夫帽应该有小丑鱼、河豚、生鱼，其实都可以嘛。然后再来就是农夫的帽子，农夫的帽子需要一个干草捆跟四个小麦。OK， 刚好。然后再来是哎，帽子怎么做？这样子吗？哦 ，OK， 好，渔夫的帽子有了。再来是我记得好像还需要大量的鱼桶，对不对？不是你，一个哦，渔夫帽，两个钓竿，什么鱼都可以，然后再加上两个鱼桶。OK， 我来做，上工咯，来分解它，然后我的奶酪有，身上也有了，快，我很期待，我要、有了，谢谢你。为什么都会咬在？你们还是造桥嘞、欸、？OK 啊，给你们造桥，真是。我发现我的铜跟铁一样多了，所以想说可不可以做个铜帽？哎、欸，不行哦，铜不能拿来做铜帽。哎、欸，真的不行哎、欸！可恶，我以为可以、啊。好了，用铁帽，然后我想要让你的防御力可以高一点，可不可以做一下附魔呢？耐久三，呵 ，OK， 耐久三，火焰保护，清水性，好，不错，试试看。来，有了，这样子你，哎、欸，火焰保护是指你不会怕燃烧，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我有点怕，要不然你吃这个。不是这样吃这个，我想说，我想要放火烧烧看会不会有点过分啊？但是他现在这有火焰保护3呢，而且还清水性，所以应该是有这些能力也附加在你身上了，对不对？你在点头，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对还是错？你还会骗我？这不知道，但我想实验看看，做一个实验吧。OK， 我这边准备了一个打火石跟水桶，我们就来实测看看。究竟我的老鼠是不是已经有了它帽子上面的效果？耐久三，火焰三，不，火焰保护三，清水性三。我已经准备好水桶了，你要不要？哦，我有点尴尬，我就是好啦，你 OK？ 有问题，我就会救你的，相信我。OK， 它很接近火，它很接近火，烧在边边，来哟、哦。有吗？不对啊，是吗？好像不太对耶，好像没什么差哎，一样会被火烧啊。哎、欸，实验实测失败，那个那一段千万不要被其他老鼠看到，免得被动保打电话。Hello sir， 这里放进去，拿出来，你家 OK， 全部都设定好了，一切简单三步骤。然后呢，把这个设定成采收。那么我们的老鼠就会开始钓鱼了，它会一直不断的发出抛竿的声音，有没有听到？对，它就是在抛竿了，所以它真的是
正在已经开始在钓鱼了，只是会不会钓到呢？不知道。然后如果有钓到，他就会把那个东西放进我们的箱子。我们来在这边观察一下好了。哦，他钓到一只鱼了，他钓到一只鱼，在这里。OK OK， 那你就继续哦，哈，继续哈，交给你了。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在钓？休息一下是不是？好，可以，随便你。你在这里帮我钓鱼，我应该多养一点鱼，因为鱼可以帮，就是应该不是养鱼，是养多一点这种钓鱼用老鼠，因为他们可以钓很多东西。OK， 不管它，反正呢，我们就放在下面，让它自己这样就在下面那里慢慢钓就好了。我们就时不时的回来看一下有没有进步，或者是给我偷懒之类的。OK， 再来就是我们的上一集，应该说上一集，我不知道，反正前几集也没有去看，继续补啊。那个我们在之前就有说，我们有挖到很多的这个鼠笼嘛。那个鼠笼因为放在这里实在是太挡路了，所以我就在想，帮他们把一个鼠笼放在家里面，应该说做一个空间给他们，也许感觉会还蛮不赖的。毕竟我们还有拿到那个什么通通乐嘛，对不对？黄色专专乐。OK， 我们老鼠的房间就这样盖完啦，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小这样的空间啦。对，然后这边就是拿来做老鼠通通乐的地方，通通乐。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通通乐到底要怎么玩比较好，因为我不太确定老鼠的攀爬行为跟它会不会逆向啊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先放这样子来看看好了。我们有26个笼子，然后还有吊带，不是吊带，那个叫什么吊床，然后还有一些绿色黑色，这个老鼠窝应该都可以拿了，跟老鼠的食盆，就是吃东西用的那个盆子，对，都可以拿来做一下装饰，然后重新整理一下。 OK， 好，我们来开始把他们这些笼子给装上去吧，这样子。然后中间这边塞一个通通乐，用这个好了，虽然这个可能有点看不太大，但没关系，应该对，就是这样，这样连接，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这一面我其实也想要装个通通乐，可是先做个实验性质的，对，先做个实验性质补回去。好，大概是长这样子。其实等等，我发现了。我装在第二层这边，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会不会痛？我们也来实测一下，看能不能会痛。如果会痛的话，那真的是神鼠了。OK， 忽然想起来，家里并没有颓废的老鼠，每个都很认真。你有没有在钓鱼啊？你没有在工作哦，你在闲逛是不是？不行，跟随我，然后再做成一个采收。OK， 他可能是刚刚卡到某一个点了，可能从赛季卡到现在，结果他都没工作。怎么全部都是老鼠，都中邪了？你不要过来，你出去！危险！去 ，OK， 哇你嘞，这怎么办啊？怎么那么多啊？对，我记得我有水蛭，没事，你继续钓鱼，不要碰我，对，OK， 天哪，里面的老鼠都感染了啦。我来试用一下水质好了，水质，有几趴的几率可以消除。哦，我好累。哦，不错。危险嘞。OK。呀 ，OK， 再来。呀，啊，呀 ，OK。哦，还可以直接做成烤老鼠肉，好，不错，应该没有瘟疫鼠了吧？哇，真的是这个地方很危险哎！只要产出一个瘟疫鼠，你就全部都拜拜了。干嘛？没有，我看错。耶、yeah ！快点，还有，不要爬那么高啦！你在干嘛？快点！你的哥哥已经在我手上了，他正在说：“来吧，弟弟 ，together， 快呀、啊！”哎，是得死哦。怎么那么难养啊？奇怪，你的爱心怎么那么难冒、啊，很难取悦、欸。又多一只，我讨厌。其实我现在不太想要再多任何一只，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我不想再多，因为他又要再重新喂，很麻烦。好了，多撒一点啦，快点，直接变成我的人好不好？我差点说成我的女人，来，不要乱动。OK， 好了，你也一起加入啊，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快点，我把三只都放在那个笼子里面，看一下会变成怎么样。奇怪，哦，你变黑了。来，快啊！还有3块。有人实测说，是不是因为火把的关系才让老鼠烧起来？我来试试看好了。不对，不是火把，所以老鼠燃烧应该跟火把没关系。来啊，下来啊！
快点，害羞，拜托，等下两个哥哥都在我身上了，你就还不来，就剩你傲娇，想吃就吃嘛，奇怪，我就是很开放的人啊，说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当然我这样讲好像又开始偏离主题了，不行，不能让你们再偏离主题下去了，太夸张了。哦，有了，他爱上我了，爱上我，爱上你。 OK， 三只老鼠，我们就来看这三只老鼠会不会在我的笼子里面快快乐乐的生活呢。哦，他在钓鱼，我看一下你钓到什么。哦，还蛮厉害的，钓到安耶，你是又钓到了。 OK， 好像是鱼。 OK， 你随便钓啊，钓得开心一点啊。我身上有三只老鼠，我要把你们放进去，哈哈。来，从这个开始，好，开始活动吧。你们怎么好像勾在一起啊？是我的错觉吗？还是你们会分开吗？你们会不会分开走啊？你们要不要散开一点？你们三只怎么颜色是一样的？我记得不是有一只是深蓝色吗？还是有一只是变色龙啊？养错了，糟糕！哦，他们现在是跟随模式了。那我把他们设成闲逛好了，闲逛，闲逛。等一下哦，那个闲逛，好不好？闲逛，闲逛。然后三只抓起来，丢进去。看一下这样子会不会自己散掉？有啦，好像一开始有散掉一点点。哦 ，OK， 哦，你是用屁股吃东西哦？这只老鼠的嗜好真奇怪。哦，我觉得这个画面要挂很久哎，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老鼠到底会不会自己钻钻钻钻钻钻到一登这时间生鼠人三项是不是？铁鼠三项，各个难关这样慢慢闯关。欸，有啊有啊，有一只进去房子里面了。好啦，我们就只能够先把这三只老鼠丢进去看看，会不会在这个乐园里面玩得很开心啦。虽然说我是觉得应该可能最多到这边啦，啊，这边是什么鬼东西我是不知道它会不会爬上去啊，一切就看老鼠的意愿好不好。这两只怎么刚好在里面开房间啊？别乱来。好，那么今天的实况的车队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拜拜。